六胞胎小白虎。近日，云南野生动物园出生不久的六胞胎白虎兄妹首次公开亮相，游客见面。白虎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孟加拉虎品种，由于基因突变，毛皮底色由橙黄色变成白色，眼睛通常为绿色、蓝色或琥珀色。此次白虎妈妈一次产下六胞胎，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。目前，云南野生动物园白虎种群数量已经增加到25只。野生白虎已经灭绝，现在的白虎都是人工繁殖的。白虎孕期100到106天，每胎2到4载，寿命约20年。六胞胎小白虎真是太神奇了。白虎，白虎，白虎，六胞胎，六胞胎，六胞胎。罕见，罕见，罕见，珍贵，珍贵，珍贵。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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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